现在是谁身上是有粮的？星姐有的，我没有粮。你有水，所以这个手术更应该你来做。我觉得可以让文涛跟星姐去手术室。啊，我呢？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，哥。我在控制室，我能去哪儿？都有毒。六滴血。六滴血，周围都有毒。我踩一个掉三滴。我去手术室。星姐可以去到控制室，控制室是没毒的，但我不能在控制室待了，我周围哪儿都有毒。我去控制室，我这轮就废了，我现在只有四分，然后我又没有粮。这轮变暗影的话，就下轮能够吸一轮。你下轮就要保证能吸两滴复活。对，是的吧，天音？你只有一条命啊！但我还在想一个，我这轮直接死了算了。然后第六轮去房间找他们，这个冒险有点大哦。对，嗯。白白，你这轮准备去哪儿？还没有想好。这样，你看最后一轮能不能想办法弄点分儿？那你到时候给点药给我，不给酒，给不是我要拿到那个药，我就可以给你们。你请坐一下，给我看一下。对对，够了。是你下一轮要打的？对啊，就是你满血的两滴血。不，这两滴血，对，这四这相当于我就七滴血了。对，他们现在没有人能加血，只有我一个人能加血，所以我第一了。然后我保证我第一，然后我把金条给你就可以了。你说不定还能第二，不一定会第二吧？很有可能，因为你很有可能你就四五滴血了。哦，是。他们哦，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他们有可能是史家血，讨厌。不是，有没有人去手术室啊？现在？他们在第五楼或者第六楼应该会去，我们可以。他们要炸，他们要炸。要炸是不是？不知道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一轮，我抱着必死的决心，我死掉，我第六轮我就赌一把，我赌他们要去加血，但我想在死之前搞他们一下。这轮去哪？这轮你去说，下轮你是暗影再去什么事？然后你加不了血。我在垃圾场，我溜不，我到不了。小白，他那个时候已经做好做暗影的打算了，然后在那样情况下，他肯定还是希望可以遇到其他玩家，把其他玩家血量打下来。这样，我把绳索给你搞来，我把绳索给你搞来，你就到。垃圾场，一二三四，这是第五步。啊，对对对，我可以。你能帮我搞到吗？绳索啊，可以让你用两轮。好用环。那你就把绳索给我吧，然后我还是去垃圾场干的。嘿。你这块我去要。好嘞。我需要绳，我真的需要绳。我要用，我不知道那个绳是别人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如果这轮不用绳的话，火术我们这几个人就崩了。行。我去拿水，你去拿粮，然后他杀人，然后他控制，我觉得很合理。你就控两滴管，牺牲一下。但我如果这样的话，我是下一轮那个绳索要给我。那剩下去了，绳索给你。行，对，那我就扣两滴血。扣两滴血。你还我一个水或粮，我把绳索借你。我必须要有绳才能去控制血。我跟哲远哥近期有一些误差，他说后面几轮要用，我没理解，真的就那么碰巧的事，就是第五轮，就是浩然哥当时想要回来的那一回合，他想要用。哎，端水大师太难了，咱以后不做这种人了。这现在是一个中间沟通有误差，你知道吗？
没事没事，我下一轮用，我盘了，我算了一下，我下一轮我第六轮要用绳索。那我下一回合把绳索给你。姐，我把东西给你，我直接当暗影，我直接当暗影。你想要哪个？这个，然后你把手杖换掉。那你给我，那我反正我死了就先丢掉了。我可以酒杯。一件你有两盒水。OK。你可以活一个，而且你有最强的，对吧？好嘞。啊，如此之丰富。因为我第五轮成为暗影的话，我第六轮我去到有两个人及两个人以上的房间，我是一定能够复活的。然后我就想把所有现在有用的给到比昌姐，因为我跟他有这个合作嘛。但卓远如果不还这个绳索的话，他能过来？对吧？我们是一起加分。不，因为现在我的行动决定于他的路线，对吧？啊，因为他成立，我这才成立。我让他下面去，你对，如果对，如果他 OK， 那我跟他说，那怎么说？不是你 OK 吗？下一轮去手术室，这轮你就，这轮你在别地儿待着，你在传送室待着，下轮去手术室，这样你跟欣姐下一轮加分，我跟奥利这轮加分，同意不了那个就没法聊了。我个人觉得轮流进手术室是不成立的。你一旦把手术室解开，当然第一轮的人一定会得到治疗。那么后面的人一旦知道这里是安全的，所有人都会来，大家都想来吸分。那么对于第二轮参加治疗的人来说，是根本不可能能得到分的，不被吸分就不错了。除非我被安排到第一轮进。请所有玩家回到座位，即将进入行动阶段。你们如果跟欣姐已经谈，他说只要你同意，他就同意，所以这两轮就成立了。偷偷看了眼欣姐，欣姐对我偷偷的，我就知道，那看来欣姐跟我想的是一样的，不是很公平的事儿，不能这样子做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联盟是没有办法谈妥的。没有，先火焰筒的枪都在你那儿，你得还我一个呢。啊，火焰筒的枪其中一个给我。那你炸哪儿？你给我说一下。我第一个进去。我还是我炸。不知道，我看吧。你别看啊，那我没法给你啊。你说，你同不同意？还有机会，我不同意这个，但我可以跟你单独合作，我们俩是可以的。咋合作？不是现在的情况，我跟你说啊，他们五个在对抗我们四个，我们四个就不要分了，一二三四我无所谓的，我们四个同时加分不就好了吗？但是下一轮我们很危险，是吧？下一轮他们来不了。火树一直在传送室旁边。火树，他在粮仓现在。我们告诉他我们去这儿，他来这儿他也加不了分啊。我们又他只要不要让我们俩加分就可以了，因为我们俩这一轮扣完分之后，因为他们无所谓了。就是现在谁先做手术这事很关键嘛，对啊，对吧？因为你不能保证下一轮你这个分能加回来，其实点在这儿，你懂了吗？不能保证的点就是我们也不能保证这一轮能加回来。啊，说实话，啊、理论上、啊、他们都有可能，对他们也过来可以吸你们的、那个。那总有风险啊。对，但是没办法呀，现在就只能这样了，就。但因为这个是个人战，利益相同，所以很难达成统一。那就别聊了呀，那就如果这个不同意，就没法聊了。